殿一盏灯，一半馨香，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佛有厄生起宝光明，清净之光照了诸法。佛有厄生起劫宝光明，无奈宝光明，一光明周遍法界。有厄生起的宝处，一切诸宝皆须具足，有藏宝的处所啊，是宝宫殿的意思，嗯。就是咱们说这一个宝殿，那宝殿里的布的呀都是宝，像多宝塔里的是宝啊，是形容词啊。而圣贤的宝藏开始写正法宝藏，就是用宝藏来形容法宝。咱们有时候看见大藏经啊，没有惯成这是宝藏，大藏经就是宝藏。大藏经所在处就是一切诸佛所在处，经文里头说是无量佛。如果你拜大藏经消灾免难，你发心月月藏能治病的，信吗？得那个医生看不好的病，奶洗袍三期了，奶正三期了，你发心月月藏吗？这个例子有啊。印顺法师，我跟他同住的时候，他吐血啊，肺结核啊，医生他活不到几个月了，没法治疗，那他就回我普陀山，就现在普陀山的佛学院所在地啊，就是他的小庙。他在那月藏经三年，病好了，没有医生治疗啊，信吗？你不信，他好了这是事实，信不信由你啊。对，好多佛教的事儿，佛教我们很多和尚的事儿，不是佛弟子他不能理解的呀，他理解不到的。这个都要什么呢？叫你靠你惯想力。咱们刚才讲信心，要真正的发起信心来，他才能一切宝藏，要正法眼藏，要开智慧眼，法宝。宝藏是含藏珠宝，厄生起宝贤。大自贤相具足清净，厄生起的宝源生住菩萨三昧快乐，厄生起的宝音如来妙音普现世间，厄生起的宝行是一日行皆放无量妙法光明，厄生起的宝相是一相悉超诸相，以厄生起的宝威，见者皆生菩萨的喜乐；厄生菩提宝具，见者皆生智慧的宝具；厄生起宝难住，见者皆生善住宝心；厄生起的宝衣服，其有着者生住菩萨无比的三昧。我们和尚所穿的衣服。是指这三衣说的啊，这宝衣，鬼神得到一片，就是衣袈裟坏了时候，他得到一片，披在身上，能避诸难。龙王，金字苗，大鹏金字苗啊，
他的饮食是吃龙的，他以龙为饮食。那这些龙就求佛免受闻这个大鹏金丝鸟之害。那佛就给龙王说，说你们让你的龙子龙孙披比丘一件袈裟的那个孝，把袈裟改成披上一条都可以了，免难了。大家看佛像的，佛头顶上有的塑像，佛顶上有个大乘金丝鸟啊，它要飞，佛的神力它飞不走的，它在做护法。那这样的龙就那个大鹏金丝鸟就没有蛇了，他就求佛呀，说佛你救了龙了，那我不就饿死了吗？佛说那没关系，我叫我的弟子吃饭受灾的时候给你一份，说大鹏金丝鸟旷野鬼神众这么由来的，就是这个袈裟衣呀、啊、咱们有些人把它轻易看了，非常尊贵的，在鬼神得到一份袈裟衣，他当宝，能够消灾免难。这些个呢，都大家看看文字就行了。宝处啊，宝藏啊，宝床啊，宝贤呐、啊，宝音声啊，宝形象啊。宝威仪啊，宝具啊，宝男主啊，宝衣服，刚才讲的是宝衣服，还有宝架上，还有岂有浊者才识发心才得善见陀罗尼。刚一发心披了架上衣就得善见陀罗尼，这个咱们自己得到也不知道。善见呢，善见诸佛，善见诸法，善见诸生，就是看一个佛像。咱们因为见佛像、见菩萨像看惯了，四空见惯了，看惯了就不感觉这么稀奇了。没见着三宝的，见了不认识的，乃造业了。说我在美国大庄严寺沈家珍居士，打一个美国人的卖的房子，他买下来，买了这个房子，房子里头啊有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像。那是在那个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在哪个庙抢走的不知道了。那沈家珍请了两个匠人，在大陆请去的，塑化佛像的，补这尊佛像。这尊佛像非常庄严，非常庄严。但是那些人他不知道，他把佛像啊跟那杂物跟那烂摊子堆到那去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个，赶紧修复了再庄严起来，就无价宝了。那佛弟子不会贩卖佛像的，就说是往往这一个是福田，有的众生呢他生业因，福田变成业因，造业的因。为什么他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就造业了。这不是闻法乃至于见佛见僧很不容易啊。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说，说我这个山里头的龙蛇混杂，凡圣交缠呢？当然是有凡夫，也有造业下地狱的，但这里得有圣人呢，你有福田呢，就是好姻缘变成恶姻缘，这叫众生的业呀，叫众生的业。
不能解宝修行，岂有见者？这些宝皆是业果，决定清净。说这些个所说的宝，宝修行，就是见了宝产生修习的心。如果见着的宝，那就是你的业。我刚才讲这个，在那个烂杂货的堆里头捡出来观音菩萨像，等把它一修复，一贴上金，一装扮起来，那就是宝了。他在那烂杂物堆子里头等杂货了，都损坏了。所以咱们中国话说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这得看人的福德智慧了。有福德的才能遇到，没福德的遇不到，他见着也不认识，反正造业。俄生其宝，无奈之见。这个宝什么呢？是知见宝，是无障碍的知见宝。其有见者，得了一些清净法眼，是法眼清净，是宅法眼，法眼清净，是正知正见，见一些正法。俄生其的宝光藏，其有见者，这成就大智慧藏，得大智慧。俄生其的宝座，佛座其上，大狮子吼，说法了，佛说法就叫狮子吼啊。俄生其的宝灯，常放清净智慧光明。俄生其宝多罗树，次第行列，了以宝生，庄严清净。其树呢，佛有俄生其的宝干，从身总作，端直圆洁。俄生其的宝枝，种种珠宝庄严稠密，不思议妙，群聚其上。这是佛所化现的，在极乐世界不是？那个阿弥陀释迦牟尼佛说极乐世界啊，那些个苗，佛所化现的。极乐世界没有哪道，哪道没有，哪有哪道的是实啊？那苗是哪道啊？堕落畜生了。到了禽兽了，所以说那个那些苗，净佛国度的苗是化现的，化现用它传流法音，长吐妙音，宣扬正法。俄生其的宝叶，放大之光，片现处，树叶子都是宝。俄生其的宝华，依华上，无量菩萨解家福座，花开花，那花上开的很大了。那菩萨在那儿打坐修行，解家福座，遍游法界。无量日期宝果，见者当得一些自字，不退转果，直至成佛。无量期的宝聚落，见者舍离四聚落法。这个宝聚落不是世间聚落，不是世间的城市。而且宝都业，无奈众生与宗已满，无量其身宝宫殿，王处其宗，须诸菩萨诺罗延身，勇猛坚固，披法甲走，心无退转。而且的宝舍，入者能出，练舍之心，练舍灾心。而且宝业，着者能令解脱，无着。而且宝宫殿，出家菩萨充满其宗，而生其的宝真丸，见者显圣无量欢喜。这个宝宫殿呢，看自己怎么想。咱们现在做这个就是宝宫殿、法宝殿，大殿呢也是宝宫殿。我记得那个。孙子出家正道歌上这样说呀，出入于金门之下，行常于宝殿之中。咱们的大殿那是金，拿金子国家修的或者自己修的，庄严的跟一些住宅不同啊，城战的意思。宝宫殿
那我们出家所住的都是宝宫殿。额尔齐的宝珍丸见者显圣无量欢喜，额尔齐宝轮放不思议智慧光明，转不退轮。额尔齐的宝波陀树，因陀罗王庄严清净，因陀罗额尔齐宝地，不思议的宝坚措庄严，额尔齐的宝翠，其音清亮，充满法界。催呢必有法器，没说宝器，就是宝催，催的出音声的。这一切啊，这一切都用额尔齐来形容。讲讲额尔齐，额尔齐是没数字的数字。佛所说一切法用数字说，人间数字没法形容，佛就说一个额尔齐。额尔齐是没有数字，言其多，翻华严的叫无央数，没有数字的数字，形容数字很多了。那所有这些形容额尔齐的宝果、额尔齐的宝华、额尔齐的宝聚落，乃至额尔齐的宝都邑、额尔齐的宝宫殿、额尔齐的宝所、额尔齐的宝邑、额尔齐的宝宫殿、额尔齐的宝珍丸，这两个宝宫殿啊，前头的宝宫殿是国王处在其中的，后头这额尔齐宝宫殿是出家菩萨住的啊。额尔齐的宝珍丸见着显圣无量欢喜，额尔齐的宝轮放不思议智慧光明，转不退轮。额尔齐的宝波陀树，因陀罗王庄严清净，因陀罗额尔齐的宝地，不思议宝坚措庄严，额尔齐的宝翠，其音响亮，充满法界。翠大概是这个宝翠啊，有一切药器就是了，能翠响的都是宝贝所成的。额尔齐的宝骨妙音可携，穷竭不绝；额尔齐的宝众生，尽能摄此无上法宝。咱们都是宝众生，摄其法宝。额尔齐的宝身，众生必须具足身口业。说以下就说身口业，额尔齐宝身、额尔齐的宝口、额尔齐宝心，具足无量劫妙宝。宝口常演一些妙音的宝音，而且宝心清净意大愿宝，清净宝念断欲之祸，究竟坚固一些自保。而且的宝名送此一切祝福的法宝，而且宝慧学了一些祝福的法藏，而且宝字得到圆满一些自保。额尔齐的宝眼见实力宝无所障碍，额尔齐宝耳听闻无量无尽法界声清净无奈，额尔齐的宝鼻长袖随顺清净的宝香，额尔齐的宝舌能说无量助语言法，额尔齐宝身遍有十方无而无挂碍。这都是形容身口意的啊，把身口意都形成宝了啊！咱们宝都失掉了，咱们想的都是烦恼，把烦恼断了都变成宝了。额尔齐宝业常勤修习普贤恒愿，说意念之中常思于是普贤菩萨的恒愿。额尔齐宝音静妙音声遍十方界，额尔齐身业一切所作以字为首，额尔齐的语业常所修行无奈自保，额尔齐的意业得无障碍广大自保究竟圆满。其实上头所说的十八种都是身口业，因为为什么压十八呢？身口业
十个玉子是三叶啊，三叶，三叶加十乘，十个牲口印，十口印再加上你这个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就变成了十八界的牲口印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所以它叫十八思，十八思就形容着都无障碍了，都成大智慧宝，圆满究竟。佛子菩萨、菩萨摩诃萨，于彼一切诸佛刹中，于一佛刹、一方、一处、一毛端量，一个毛端的量。一个毛端里就无量无边不可说诸大菩萨，一个毛端里头，那就是咱们这是法界回向吗？一个毛端就是一个大法界总相法门体，所以里头才能容得下。嗯，悉能成就清净智慧，这些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，都成就了清净智慧了。换句话说，都证得法身了，叫法身大素，充满其中。一佛刹，一方一处，一毛端入世。那尽虚空遍法界，还有一佛刹，一方一处，一毛端，都入世，悉已入世，都跟一毛端一样的，每个毛端都一样的。十位菩萨摩诃萨以如善根而为回向，这些不是大菩萨用善根回向的。这个善根是什么呢？尽法界虚空界的善根，祈愿一切诸佛果道悉具种种妙宝庄严，如没入宝庄严，如是广说。这是宝庄严，还有其他呢？其他都是什么呢？就是香庄严、华庄严、曼庄严、涂香庄严、烧香庄严、墨香庄严、衣庄严、盖庄严、床庄严、方庄严、摩尼宝庄严，次第乃至过此百倍，百倍就是万倍了，过这个百倍。就是万倍了，百成千，千成万，皆是宝庄严。这一共一下有十一世，都是宝庄严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以法事等所记的善根，就是回头来说前头的，不是法布施吗？菩萨以法布施所积集的善根，都是什么样善根呢？张扬一些善根，所以叫回向法界，用法界回向给众生，严禁一些佛刹，故回向。张扬一些善根，故回向；严禁一些佛刹，故回向。为成就众生故回向，为令一切众生都心清净了不动故回向，为令一切众生接入甚深的佛法故回向，为令一切众生皆得无能过的清净功德故回向，为令一切众生得不活清净福利故回向，为令一切众生皆得无尽自利度，皆得无尽自利度众生，令入佛法故回向，就是度一切众生入佛法，以此故而回向，回向给一切众生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平静无量语言故回向。让众生得到清净语言，为令众生皆得平等无奈眼，语言是口业啊，眼是看，
是眼根，嗯，成了尽虚空遍法界的智慧，故回向。为令界众生皆得清净念，清净念呢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无为、念无作，这都是清净念。嗯，若前几劫一切世界，故回向。前几是过去了，过去了，给过去一切众生回向。为令众生皆得无奈大智慧，悉能绝了一切法障故回向。一切众生啊，在这一切法上决定不了，不能入法入实的修行。怎么叫入实修行呢？这是法界性的回向，就是乘法界的修行。那含藏着就是一切法界。这个大家在修行的时候，你不会回向，你惯想不够，就念十大愿望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成正如来，三者是普遍供养，完了第四个忏悔业障，是十大愿你不念完四个就够了，佛法僧，完了是，把这个再忏悔自己过去的所做的错的业，供养三宝，忏悔业障。每天能如实做，消灾免难，速即成佛，因为你成到普贤愿了，很快就能成佛了。为令一切众生得大智慧，悉能绝了一切法障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无限量的大菩提，周遍法界无所障碍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平等无分别，同体善根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一切功德具足，将庄严清净身语业故回向。为令众生皆同于普贤故，皆同于普贤恨故回向。这个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，愿一切众生都修普贤恨，都能修普贤的大愿。念过普贤恨品的道友啊，都懂得了。你念一遍普贤恨愿，就等于你修。你天天念。天天修，而念念念就念念修，修什么？修普贤恨愿。因为普贤菩萨跟一切众生同体，同一个法界体性，同体清净，同体清净佛性，因此而回向给众生。为令一切众生悉能观察一切字。皆取入圆满故回向，让一切众生都能观察佛字，以佛字而修，因此而回向。为一切众生皆得远离不平等的善根故回向。不平等是四法界，说平等是要体上来说，要理啊，要理法界来说。我不平等，我那叫四法界不平等。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平等，因为什么呢？每个人业不同，业不同所感的果报不同，所以他平等不了，在事上平等不了，在理上是平等的。这个道理很简显，不要想象上身显甚深，你不明白。我们入了普如寺了，凡是普如寺的比丘尼的师父，平等平等，一切待遇平等，斋堂的供养平等平等。所以你领纳多少那是你的事儿，那是寺了，这都供养，
平等。你得到的不平等是你自己的事儿，那你把它转变了，达到一些平等，达到一些众生都能深入普贤恒愿，那就平等了，就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众生都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像我们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，也不要变了。我们华藏世界本身就是妙庄严的，那因为我们的业，所以华藏世界之中的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的南瞻部洲，南瞻部洲的国度，咱们现在有200多个国家，这个国跟国不一样的呢，就是咱们都是一个国家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平等办不到，为啥呢？各有各的业，各有各的业，各做各的业，各有干各的果。但是体上呢，总的来说，你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平等啊，都是一份公民啊。但是事实上呢，不平等，我说业不同，但是发愿愿众生体清净，体清净所作业也清净，业清净干的果也清净，这是愿呢，愿呢，是吧？令一切众生都能入一切智，都能得到圆满果。回向给众生，让他得入一切智，唯令众生远离不平等的善根，得到平等的善根，因此而回向，唯令一切众生得平等，没有异相，没有次第，身心圆满，也是回向。这个很难呢、啊。说现在我们就拿博士说，我男众跟那女众有个界限，不平等。说都是一样的，都达到平等，远离不平等。那得什么呢？那到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，平等了。肉体不平等，没办法平等，男相女相，老的跟小的，你现在让我90多岁了跟你们平等，平等不了了，来辈子了，来辈子不行了，你老了我小了，我再来我又是小了你又老了，还是不平等。法性是平等的，就回向让容人都趋向圆满的法性里边，为了要让远离不平等的这个善根呢，就是让大家都种的善根平等。现在咱们种的是入法界的善根，这个平等的，凡是在这儿听过一次的，进过这个法堂的，他看一眼就走了，我们也算入了法界了，他有这一份的善根。愿一切众生都能难住一切白法，白法就清净法，不受黑法的掩护。我们这里大概没有黑社会的啊，我们都白社会的。黑社会的白社会怎么来分别啊？是说他的心呢？说黑社会，黑社会的人也讲仁义道德呀。但是他做的业呀，杀人放火，这黑，这社会还有个黑还有个白吗？本来没有啊，是造人的行为，是让行为来做的。我看见那个有一篇报道啊，吸毒啊，大家都知道吸毒啊，过去我们光说
吃鸦片烟，现在不吃鸦片烟了，进步了，都是面成白麦啊、红丸啊，那是吸呀、啊，那是搓呀、啊，一沾边就吸毒了，那他就本来都是人，因为他吸毒了，就把他不当人。如果再贩毒，说就要黑社会了。社会还有什么黑白吗？没有，本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夜不平等。让一切众生远离那个不平等，都种了清净善根，都达到平等。只是一相，无一相，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相，都是莲花化身。这不能生极乐世界，生这十八梵天都没有一相，天人都一样的，都是男性。没有女性，梵天以上，为令一众生难住些白法故为相，为令一切众生于一念中证一切字，一念中就成佛。那《法华经》就说的有啊，就像是要人入于塔庙中，单合掌小地头，皆已成佛道。单合掌小地头，咱们这一天在修炼，修炼，那超过单合掌小地头多少倍了？一定能成佛，但是你自己得信得急呀。兴起生成佛的信心，有了这个信心了，再看看吧，看看经律论。看看佛做的什么事儿，佛一天干什么，佛说什么话，佛心里想什么，那我在干什么，我在说什么，我在想什么。说你赶紧跟佛有距离，因为你的身口意不行，那你把它缩短距离吧，这就能成佛了。一切众生皆充满清净心，道故故回向。为什么要修法界愿的回向呢？因为就让一切众生都达到能成佛，因此才回向。回向让一切众生都能入法界，都能成究竟佛国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已住善根，普一切众生入世回向矣。就是回向完了，把这个回向善根的回向伏以此善根，那这个善根呢，就是普为一切众生入世回向的所种的善根，又拿这个善根再回向。这回愿什么呢？回向的是愿呢，欲普圆满演说一切清净行法力，不回向，说再回向，回向之后再回向，是吧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行此清净法，有这种力量，所以我再回向，欲成就清净行的威力，得不可说不可说法海故回向。欲借于法海，具一切具足无量等法界清净自光明故回向。我欲开示言说一切法的差别，一切法的具，一切法的义，所以才回向。我欲成就无边广大一切法的光明三昧，所以才回向的。欲随顺三界诸佛辩才故回向。欲成就去来现在一切佛的自在身故回向，就是愿一切从愿一切众生啊成就佛的自在身。愿一切诸佛欲成就广大一切法光明三昧故回向。
欲随顺三世诸佛辩才故回向，欲成就去来现在一切佛自在身回故回向。这四句是一样的啊，成就光明三昧，成就佛的辩才，成就佛的自在身，因此而是回向，为尊重一切佛可耐劳无障碍的法，说对法回向，对法的尊重，佛法为满足大悲心，救护些众生，常无退转故回向。对，这种回向的力量，增加这个大菩萨修十回向的菩萨的大悲心，悲心不断普度众生，欲成就不思议差别法无障碍智，心无垢缘故住善根，住善根清净，普入一切诸会道场故回向，住根清净，普入一切道场，一切要法要福要出要细要广要狭，大小眼睛如是等诸佛国度，佛国度都不是一样的，种种形种种样，在这个佛国度不平等当中常转平等法，因为诸佛每个修因的时候不同，他所成就的果德不同，法愿不同，那是各个佛在法上平等，在立身事业上各有各的因缘，各有各的三巧方便，但是所转的法轮都是不退的法轮，因为念念中得无所谓，唯有穷尽的种种辩才妙法光明开始言说故回向，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辩才，都能得到妙法的光明，都能言说诸法，为此而回向，为要求众善发心修习助根转善，护一切法的大神通智，尽能了知一切诸法故回向，这是愿一切众生都能修习，修习得发心呢，发了心了使你身口意助根真胜了，都得到神通自在，都得到大神通，所以让他了知一些诸法而回向，与一些众会道场亲近供养，我一些众生演一切法显令欢喜故回向，使一切众生欢喜，令一些众生能够到道场亲近供养诸佛菩萨，我一些众生演说一切法令他欢喜故故回向。说为什么要修法界愿回向，那这原因就多了，说就有这么多的原因让一切众生都能欢喜，要能得到欢喜呢得了脱生死成就道果，为了这个缘故才发这个回向入法界的大愿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兴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籍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
慈悲置业诸善行，十方信众共成就，起见细念归净土，名扬两臂度有情。特为紫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中风三十细念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12月9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，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，洽询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6或0627166612，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。熊猫保护者阿坤。在四川的山林里有一片野生大熊猫保护区，在保护区边缘有一个小山村，这里的村民老老少少都有着保护熊猫的意识。阿坤，快扑过去。山娃，阿坤被你训练得可精明了。当然了，我可是用了1年的功夫才教会了他各种本领。这些本领倒是没什么，他能分辨保护类动物的本领才是最难的。没错，山娃点子真多，用图片来让他认识动物，这个办法可真是不错，很聪明的。用图片来认识动物，这样一来，阿坤不会只是凭空想象，见了真正的动物就不认识了。这可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出的办法。前几天，阿坤就在山林里赶走了一只想要袭击大熊猫幼崽的青鼬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有效的。对对，这事我听别人说过，大家都说你家的阿坤真厉害，一下子就将青鼬给赶跑了，将熊猫幼崽给救了下来。那是当然了，从小我就让阿坤认识熊猫的样子，告诉他要做熊猫的保护者，所以他现在就能一眼认出熊猫，并会对其进行保护。听说最近山林里出现了一群柴狗，它们非常凶猛，已经有不少动物被它们伤害了。村里的刘大叔正准备召集人进行驱赶呢，我看你家阿坤这么厉害，应该也去加入驱赶柴狗的行列。对，明天我就带着阿坤去山林里巡逻巡逻。
为了保护区里的动物安全，山娃经常带着阿坤去山林里巡逻，有时候阿坤自己也会主动跑进山林进行巡查。山娃，今天怎么没带着阿坤去山林里巡逻？他已经自己去了。啊，山娃，你让阿坤自己跑进山林放心吗？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阿坤他厉害着呢，即便遇到柴狗也不会吃亏。我的意思是，没有你跟着，万一阿坤袭击那些稀有动物该怎么办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阿坤对稀有动物都很熟悉，他绝对不会攻击那些保育类动物的。快来快来，你们快过来帮忙。刘大叔，你怎么抱回来了一头熊猫啊？哎呀，他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刘大叔，他这是被什么动物咬成这样的？哼，你还有脸说？这都是你家阿坤做的好事。啊？阿坤做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亲眼看到阿坤在攻击这只熊猫，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，他就被阿坤咬死了。刘大叔，你是不是眼花看错了？我家阿坤和熊猫可是好朋友啊。我眼花？你家阿坤我还不认识吗？我亲眼看见他攻击这只大熊猫，这事我要和你爸好好谈谈。既然连大熊猫都攻击，阿坤这只狗不能养了。难道这只熊猫真的被阿坤咬伤了？很有可能，刘大叔是从小看着阿坤长大的，我想是不会看错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阿坤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保护熊猫，我绝不相信我训练的阿坤会去伤害熊猫。阿坤，你们看，阿坤他回来了。哎呀，阿坤回来了，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好像是刚刚经过了一场大战。哎呀，他不会真的袭击了那只熊猫吧？哼，你最好不要乱说话。阿坤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就是他，就是他把那只熊猫给咬伤的。你这个混蛋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连熊猫都敢咬。爸爸，别打阿坤了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还不清楚吗？你刘大叔亲眼看到了，那不是阿坤是谁？按照村子里的规矩，敢攻击熊猫的狗都得杀掉。阿坤，你是冤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是一块小耳朵，那只受伤熊猫的耳朵被咬掉了一块，而这块耳朵却从阿坤嘴里吐了出来。山娃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阿坤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啊？袭击熊猫，阿坤不能留了。按照村子里的规矩，攻击熊猫的狗必须得处死，因此阿雄用绳子将阿坤的四只脚捆绑起来，准备第二天将其处死。阿坤，不要出声。阿坤看着山娃，眼睛里竟然流出了两行泪水。山娃给他解开绳子，然后将食物放在了阿坤面前。阿坤，你今天发疯了吗？怎么去咬熊猫了？阿坤，你快吃吧，吃完了就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千万别再让我爸和刘大叔看到你，否则你会被他们杀死的。阿坤，你快逃吧，逃得远远的，千万别再回来了。
父亲得知阿坤被山娃放走后，狠狠地打了他一顿。山娃虽然挨了打，可心里踏实，因为他心爱的阿坤逃走了。然而几天后，村子里的人都说阿坤又回来了，而且是回来复仇了。我家的羊被你家阿坤给咬伤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还有，我家的小猪也被你家的阿坤叼走了，你们得赔偿我们。我们家的阿坤早就离开了，他怎么会咬你们的羊和小猪啊？我可是亲眼看到阿坤他咬伤了我家的羊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他就把那只羊给咬死了。阿雄，你们家的阿坤我们从小看到大的，还会认错吗？我看他这是来村子里报仇的。这个畜生，他怎么能这样做？你们放心，明天我就拿着猎枪进山，我非打死这畜生不可。爸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将他放走？不，如果这些坏事真的是阿坤做的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坏事。好吧，明天你跟我一起上山。第二天，山娃便跟着父亲一起走进了山林。他俩找了一整天，终于在一片树林边发现了阿坤。阿坤，他竟然躲在这里。爸爸，你看，是熊猫。天啊，阿坤他这是要干什么？他疯了吗？可恶的阿坤，竟然还敢攻击熊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两只阿坤呢？爸爸，你看，那不是阿坤，它的尾巴跟阿坤不一样，那是一只柴狗。又是你，你这个家伙，每次都来坏我的好事。我绝不会允许你伤害大熊猫。哼，人类已经把你赶了出来，你还帮他们，我看你真是太傻了。还不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害得我被主人冤枉，今天我要来报仇的。阿坤和那只柴狗打成一团，这让山娃的父亲无法开枪，只能让他俩凭自己的力量一分高下。爸爸，我们得帮帮阿坤啊。他们距离太近了，如果开枪的话很容易误伤阿坤的。那怎么办啊？那只柴狗和阿坤差不多大，他俩打斗起来必定会两败俱伤。我有办法了。枪声，不好，人类来了。阿坤趁柴狗朝枪响处看去的时候，一下子扑了过去，将其扑倒。放过我吧，我们赶快逃离这里。要知道，人们也想要你的命。一会儿他们过来了，一定会把你也打死的。阿坤，按住柴狗不要放，我们来帮你了。当阿坤聚精会神看着山娃和阿雄跑过来时，柴狗利用机会挣脱开来，跑进山林去。哎呀，他的耳朵缺了一块。爸爸，当初阿坤嘴里的那一小块耳朵并不是熊猫的，而是这只柴狗的。攻击熊猫咬牲口都是这只柴狗做的，我就说阿坤是被冤枉的。看来是这样的，我们冤枉阿坤了。阿坤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冤枉你了。